箱常需要除霜，是不是很麻烦？最新研究找到了让水在摄氏零下263度都不会结冰的办法。瑞典的科学家成功让水在摄氏零下45度都不会结冰。这份新研究中，瑞士的科学家们通过向水中加入一种新合成的脂肪材料，让水在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下仍然不会结冰。这种新的合成脂肪材料会自动形成纳米级别的网格结构，每个小空间不到1纳米宽，水分子被禁锢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，没有足够的空间使其结晶。研究中将脂肪材料用液体氦冷却到约摄氏零下263度的低温下，水仍然不会结冰。研究者之一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麦森加教授说，脂肪和水的比例是重要因素，开发这种脂肪材料的难点在于它们的合成和进化。这项研究有助未来实现在低温下如何保护基于蛋白质的物质不受损，保持原有形态。这份研究由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苏黎世大学共同完成，最近发表在《自然纳米技术》上。